它游戏规则你们都清楚吗？首先要先猜拳，猜拳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猜对方手上的牌。他根本不会玩啊！如果猜对了对方手上的牌，就可以把牌拿走。那因为你们这边是奇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当终极选手好了，就交给你了。你都带着红酒杯来到走道上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你就第一轮就输呢？是不是？好。来，好吧，后面的终极选手，不好意思，你的选手出，你的对手出现了。好 ，OK， 握个手，握个手，先领后兵，先领后兵。好，准备好，我们就要来猜拳喽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要开始猜拳喽，想好自己要出什么。对啊，先猜拳到时候不好，等我喊了不要偷跑哦。手上的牌是什么？那你们都还记得对方手中的牌有哪几个选项吗？你要回答颜色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请回答出它是什么菇好不好？它是什么菇？它是什么菇？要喊出它是什么菇哦。所以等一下，当我喊你是的时候，要大声的喊出你猜它是什么菇。OK 吗？好，要再开一次是不是？好，来，稍等我一下哦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播放影片的人员可以帮我切一下刚才的咕咕的影片，帮我停在最后的画面吗？有哪三个咕？因为他们进不得了。好，来。画面。自己要猜什么？自己要喊什么？都想清楚了吗？都想清楚了吧？好，那我们要开始猜喽！预备，你是？哇，第一个妹妹马上就答对耶！好，如果被猜到的人，请交出你手中的牌。Thank you.